目标相同。你要去找黄陵吗？对啊，我必须拿下。你要打他，跟他打戏吗？我不要打他。嗨，向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，这个是你的朋友，现原形了。像，这是我的海蓝珠。哇，你们今天一个体育老师，一个武术老师。对，我们两个都要打，我们两个都要跟你拍戏。怕是要打你。是，你是刚好经过吧？你怎么会选我？我上次跟你很好玩呐、啊，觉得。上次好玩过啦。好玩过了，哇！你那么快就不要了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两个是我刚刚选糖的时候都放了罐子的。你看，我带了颗糖。哦，Thank you。我可以给你一颗，我给你一颗，我给你一颗，我不要。你是我最想合作的搭档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是你的备胎的，对的。向佐是我刚刚选的时候，我说我最不想合作的搭档，我最不想合作的人是向佐。但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真的你喜欢林青霞吗？喜欢呀。你知道你跟他很像吗？像吗？人家那么厉害。你看杨紫从刚拿什么奥斯卡？奥斯卡。哦。你看章子怡姐姐《卧虎藏龙》，横扫全部奖，宫二了。真的。还有那个都是因为演技加武术。So sweet。还有舞蹈。哦。除了林青霞，还有关之琳、刘嘉玲。黄龄就是黄龄，都是四大龄。你知道吗？你集合了他们所有的优势。哇，真的吗？但是你会不会看走眼呢？我不会看走眼的，我从小就看他们长大，一定不会看走眼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你。哇，你的眼光真的是五雷轰顶的厉害，自己也没有想到。真的，武功这个东西。不难，我女儿才3岁，我3个小时把她教会了。可是我老了呀，我没有一个下午，我反应很慢的呀。你要相信我的眼光，你骨骼惊奇是练武的奇才，真的，你太棒了。但是你看起来很严格，你如果我学不会，你会很凶。我觉得我要犹豫一下，你要再去考虑一下别人。不是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看到我这个题目啊，这里边的梗概，我就觉得很适合他。哦，你猜一猜哪个适合他？红薯吗？啊，不是，红薯，对，看到红薯我就想到他。但是我可以用武功吊威亚来帮你种红薯，你真的是不是也可以？我想先考验一下和张睿相处一下。好，对，可以。因为如果要和你搭档，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。没问题，最大的我尊重你的想法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！哇，今天粉裤子还是很不错，粉裤子穿错了今天，哎，哎呦，得心都碎了。好了，那下一步我就要对不起我的好兄弟了，为了我这个闯关的，我得对不起他一下。何洛洛是我好兄弟，虽然他想定徐若涵，我得试试看，因为他戏好啊，去吧。Hello， 妹妹你好。你好。你喜欢林青霞吗？你喜欢关之琳吗？最近有看奥斯卡吗？谁拿奖了？杨紫琼啊！你看章子怡靠什么成名的？卧虎藏龙。卧虎藏龙也是武侠片呢、啊，所以你有兴趣吗？其实。我可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剧情吗？男生是个武士。女生喜欢浪漫，一教一师都是爱的招数。功夫你不用怕，我女儿3岁，我3个小时把她教会。那怎么讲一样的话呢？我肢体不协调。肢体不行啊？我想想可以吗？你想想。因为这是第二个本子。第二个本子。我想再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别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再想一下。好的。再想一想。拜拜。拜拜。你走运了，没叫你前辈了，已经。你看这朱锦绡嘞，已经很客气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那一刀捅的多深啊！哎，没有足够！别躲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！救命啊！
你知道吗？冲去国际要靠功夫。你知道上一届奥斯卡谁拿吗？杨紫琼、章子怡姐姐靠什么出圈的？卧虎藏龙。都是那个武侠片，而且功夫你不用担心哦。我女儿才3岁，3个小时我就教完她所有的动作。你事业心强吗？事业心强的就没有理由。你看看子怡姐，你看看杨紫琼姐姐，没有理由。你要强过他们吗？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哎，菲儿姐来了，来呀！你要不要去国际，冲出亚洲？能送去国际？哥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销售。你记得去年谁拿奥斯卡吗？杨紫琼，我知道，就是很帅。那你知道章子怡姐姐怎么火的吗？卧虎藏龙。而且今天菲儿姐穿的就很帅，很有气质，而且功夫这个东西不难。嗯，我女儿3岁，3个小时我就教会了。同样的话我听了第二遍。左哥教你会很快。你怎么推荐我给别人了、啊？你有很，你真的，你不要我就算了，你不要推销我给别人。你们俩私聊哈，拜拜。但你没有第一时间选我。我没人选我。那女生是喜欢男生主动一点，确实是的。好，那祝你好运啊 ，OK。哎呦妈呀！我一妹呀、啊，这地儿挺晒呀、啊，啊？我这地儿是不是有点凄凉？哎，你会跳舞不？拉丁，会跳不？不会啊，你要跳拉丁啊？啊。哥。是我怕我把你那个戏毁了，我就大面条在那瞎拧，不太行。哎呀，看看还有没有别人。行，行吧，我送你吧，我送送你哥，成吧，行吧，我走吧。对，这跟我妹都晒黑了一会儿。我觉得这一趴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演员的表达。我刚才觉得，就为什么不成功的人，我觉得表达都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演员就是一个要表达的工作。你看朱子骁，他说我这个剧本很甜，然后人家张国良说谁的剧本不甜？不甜，对吧？今天不就是要来甜的嘛，对吧？哦、就是这个表达很重要。我觉得这帮女的比较会说的，男的他本来都很会说的嘛，突然就不会说了。所以这份表达，就算是业务能力没有那么好，但如果很真挚、很真诚，我希望你能相信我。我这次我会好好的，就我觉得我是女演员，我真的会想一下。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太有记性了，就变得没有他说功夫去研究，到底这个梗概演的是什么角色。如果他每个人都知道有困难有可能被拒绝的话，他会做好自己的啊被拒绝准备。对，怎么在第二步再上？对，他都觉得很有信心，我过去找他，他应该会答应嘛。就这个就随便讲了。其实每个人拿到剧本，你都应该去消化里面的东西。对不对？你笑话完不止笑话自己，还要笑话对面的角色。没错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已经帮对手笑话了他的角色的话，对手会感激你的。嗯，原来你把我的角色你研究了，说他一定会答应给你演的嘛。他们应该很放心了嘛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就是会很放心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应该说这个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考试，不是选什么。你看考试完了，我们晋级还能拍个影视，其实对于我们很重要的，应该选一个选对的人。你看这个是。对不对？那叫推销哈，对，也是对。对啊，嗯，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很不会表达的一个人。后来我有听另外的朋友说，就说另外一位成名的女演员，我不说是谁了，她说她可以在5分钟之内让大家知道她的优点。比如她怎么表达的？嗯，也不是，就是说人家会展现嘛，就倒不是说唱歌跳个舞，但关于她的特色。是吧？关于他这个人，他可以表达出来，具体怎么表达，人家没跟我讲，但我听懂了这句话。那对我来讲，我说天哪，我50天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。但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。那谁会给你那么多的机会？比如说你见一些真的会好的导演，对吧？对，刚刚就讲了两方面的，一个是导演怎么就说服演员演他的戏，一个是演员怎么说服导演挑他，对不对？导演怎么说服演员演他的戏，就是王家卫最厉害的，他能够那个演员可能演一场戏，但是他把整个一生那个角色讲给他听，那演员说哇，他对这个角色非常深刻，哎，我要去演，那这把这个演员就已经可以弄到了嘛。第二个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挑演员都是比较新的年轻的，然后呢走进来一个是怎么样的，他一来
拿着六张纸铺在地上，有人说这是六个角色，六个我都想演，我能一个一个演给你看吗？哇哇，很有准备哦，太厉害了！你一看他演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不能放过他，就会很感动。对呀、啊，就他做那么，他做那么多的功课，我觉得很积极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他一定会把戏演好的。随便一个角色，他都会珍惜啊，没错，嗯。这个是随身听，它里面有音乐什么的啊。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这个粉红泡泡，可以的。哥，停止。停止吧，哥。是吗？先敷脸上吧。OK， 那我这样，我朝这儿吧。要无法呼吸了，已经。你有小名吗？我小名不太能听。对，我这个名字不是非常的。没有，我就想，因为毕竟是，对吧？那你肯定要叫一些就是可能别人会很少叫的名字嘛。二狗，那行，算了，我们沉默吧，真的。对，我想喝咖啡。喝咖啡，买，哪有咖啡店？哎，师傅可以停一下不？哎，可以。稍等我一会儿。好的。我去研究一下。好的。他甚至下车前没有问过我要喝什么，他就这么自信的走出去了。这是卖咖啡的吗？咖啡，我看看啊，咖啡在哪儿？咖啡，这个。我们来偷偷给洛洛老师买一个蛋糕。我的咖啡呢？买完了，上车吧。我给你交换一个蛋糕，给我们俩买了蛋糕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他没有那个什么冷萃，因为咖啡店在那边。是吗？我再给你去补一个。不用了。别，我去，必须去。你好，你们这有冷萃吗？冷萃没有。那就美式，热的吧。常温的行吗？就不要太冰。谢谢。您好，您要的美式。你还真买过来了，那交换一下。常温的。刚好我现在有点冷，谢谢你。耶！哎，我还真的从来没有野餐过哎，我就是都是看别人野餐。你野餐过吗？我没有野餐过啊。所以你也是第一次野餐？第一次野餐。哇！我们画什么呢？我们互相画对方吧。可以。对，